帮我调一下音量啊！哎，我的鼠标不见了，等一下，这样我看不见你们讲话了，而且我也没有弹幕机。前几天我身体不舒服，就没有直播。等一下，我摘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这个声音我要调一下，这个，我没有办法看你们说什么，我的假发掉了。奇怪，这个假发怎么戴不好了？等一下哈。他被我剪开来了。就这样，这个好像那个光遇啊。我看不见你们讲什么，然后因为我没有搞那个，然后搞那个什么语音播报。
播一会儿吧，播到现在，播到11:30吧，然后就有事儿了，也不是有事儿，就要休息了。我最近身体也不是特别好，就是只播一会儿，而且这个也不能播太久了。里面是网纱哦，我就悄悄的自己偷偷播一会儿。虽然我也看不见你们在说什么。我是不是偷偷直播被发现了？但是我看不见你们讲什么。我头发卡住了。哎，才播一会儿，里面都是雾气了。好丑呢。
看不见，看不见。等一下。它好卡呀，就我感觉不戴假发可能就哎呦，就立马就没有了。我操！我好牛啊！靠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等一下哈。